尊敬,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！阿弥陀佛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讲第五品经文《至心精进》第五。这一品经文是解《至心精进》第五。 请看下面经文。法藏比丘说此即已，而白佛言：“我今为菩萨道，以发无上正觉之心，取愿作佛，悉令如佛。”古大德有云：“盖入道要门。” 发心为首，修行及务，立愿居先。这四句话非常重要。我们学佛功夫得不得力，这十六个字说尽了。入道最重要的门道就是发心，要发真心。发心干什么？ 发心做佛，我们看法藏比丘的发心，取愿做佛，悉令如佛。他只有一个愿望，做佛去。做什么样的佛？做和阿弥陀佛一样的佛。这个发心起点高啊。 法藏比丘发心，不但要自己成佛，而且让一切众生都同佛一样。这是真正度众生的心。对照法藏比丘的发心，想想我们学佛这么多年，我们发心了没有？我们发的是什么心？ 我们所欠缺的就是无上菩提心。无上菩提心就是真正成佛之心，《华严经》上称为妙觉。妙觉在等觉之上，妙觉上面就没有了。妙觉正得了圆满法身，圆满的回归自性。 我们学佛的同修，有的也有发心呢。他们发什么心？求感应，求神通，发心成神成仙。神通有没有？有。感应有没有？有。真正的神通和感应，是自信的流露，不是求来的。 求来的全是魔通，魔通会让你神魂颠倒，时间久了就成了神经病。学佛人要求智慧，千万不要求神通，求神通害死人呐、啊！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。 这两句话你做到究竟圆满了，你就是法身如来。请看下面经文：愿佛为我广宣经法，我当奉持，如法修行。这是请老师为他开示，因为要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。 就要具备消除众生种种身心疾苦的能力，所以请佛大开方便，为我广说经法。这是法藏比丘向世间自在王佛请法。老师的开示很重要，开示这两个字是佛门术语。 开是开启，示是指示。凡夫愚昧，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。佛菩萨慈悲，引导他入门，叫误入。他虽然入了门，但入门后不识货，就好像我们看故宫博物院里面收藏的文物。 我们看不懂，得有人给我们讲解，讲解叫开。不但讲解，还要指示，指给他看，他明白了，这叫是开示。开示里头包含着身形言教，身形是示，言教是开。 开启，所以帮助众生的方法是破迷开悟。手段是教学。不但释迦牟尼佛用这个方法，佛告诉我们，佛佛道同，一切诸佛如来、菩萨、罗汉，在六道里教化众生。 通通用这个方法，佛法是什么？佛法是教学。你看，世尊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？今现在说法。地球上所有的宗教，最初创始的那个人，教主。 都是用教学做手段，没有一个不是的。如果不用教学，用祈祷，那是巫术，也算是宗教一类低级宗教，它是会被淘汰的。高级宗教全是教育，释迦牟尼佛是所有宗教里边。 教学时间最长的，他教学四十九年。摩西教学有二三十年。穆罕默德教学二十七年。耶稣只教学三年，被人害死了。如果他不被人害死，相信他一生都是从事教学。 我当奉持如法修行，我一定信受尊奉如法修行。如法很重要，修的不如法，就叫盲修瞎练。不但没有好处，反而有坏处。我们修学佛法，要有正知正见，如法修行。 给同学们讲一个关于罗侯罗的小故事。罗侯罗是佛的儿子，是净饭王的皇孙。他出家以后，佛让他拜舍利弗为师。罗侯罗有一天听佛说法回来，房间被别的比丘占去了。 并把他的衣钵等物扔到了门外。当时外面下着滂沱大雨，罗侯罗无处躲藏，只好到厕所里坐禅。在低洼处的蛇洞全都被水淹没，藏在洞里的黑蛇纷纷逃出来，对罗侯罗生命。 威胁甚大。佛知道这一情况，立刻将他叫到自己的房间内。本来戒律规定，比丘和沙弥不能同住一室。现在重新规定，比丘和沙弥在一室可以同住两夜。还有一次。 罗侯罗跟舍利弗在王舍城起时，一个流氓把沙子投进舍利弗的钵内，并用木棍打破了罗侯罗的头。舍利弗安慰他说：“佛常常教诫我们，在荣誉的时候，不能使心高举。” 受侮辱的时候，不能心生嗔恨。罗侯罗，应制服嗔恨心，严守忍辱。世间没有比忍辱更勇敢的人，任何力量也战胜不过忍辱。罗侯罗，听师父舍利弗的开导，内心。 很平静的，到河边用清水洗涤身上的血污。佛知道此事，又教育他说：“有智慧的人能见到深远的因果，克服嗔心，多行忍辱，能忍恶行，才能平安，才能消除灾难之祸。” 忍是大海中的舟航，能渡一切苦难。忍是病者的良药，能救垂危的病人。我能成佛，独步三界，主要是心地安稳，知道忍辱德行的可贵。故事讲完了。 希望同学们细细品味，从中得到启发。请看下面经文：“拔诸勤苦生死根本，速成无上正等正觉。”勤苦有两种解释：一勤是劳，苦是忧的意思。 勤苦，就是劳苦、忧苦、苦苦、苦中极苦的意思。二，生死疾苦，又无休歇，叫做勤苦。这是法藏比丘说出请佛广宣经法的目的，是为了拔掉众生疾苦的生死根本。 情苦里面，就是贪嗔痴慢疑，要断得干干净净，恢复你自己的清净心、平等心，绝而不迷。众生不明本来是佛，枉受轮回，沉溺在生死苦海之中，没有出离的日子。 今愿彻底救度，就是要拔掉他们的生死根本，那就是无明爱欲。破除了众生的妄想执着，恢复众生的本名，所以速成无上正等正觉。速成，这句经文里。 这两个字最重要，请大家对比一下下面两句话：八万四千法门能成无上正等正觉，念佛法门速成无上正等正觉。一个是能成，一个是速成。八万四千法门。 能成无上正等正觉，但不能速成。能速成无上正等正觉的，唯有念佛法门。这句话很重要，请同学们细细品味。上品经文里有“速生我差受安乐”一句，文中有个“速”字。本品经文有。 速成无上正等正觉一句，文中也有个“数字，这两个“数字同显一心。怎么修？一心，一心专念。这两个“数你都达到了。盖法藏菩萨度生心切，为什么要赶快成佛？ 众生太苦，我要赶快帮助他。故愿轮回，诛去众生类，速生我刹，受安乐。前面讲的这个地方来证明，到极乐世界成佛快，快速到让你无法想象。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。 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，真的成佛了。成佛干什么？终极目标是度众生。请看下面经文：欲令我做佛时，智慧光明，所居国土，教授名字，皆闻十方。 这几句经文是说：一报妙，正报妙。我们为了无量众生脱离生死，速成正觉，所以愿望：当我成佛时，自己的智慧光明，所居国土，我的教授名字，都是闻名十方。 教授是谁？阿弥陀佛，名字就是阿弥陀佛。法藏菩萨首先提出智慧，因为以下光明国土教授名字都是智慧所生，其次是光明。观经说，光明遍照十方世界。 念佛众生摄取不舍，李赞说：“以光明名号摄化十方，为了众生无边，所以光明无边。国土是众生来生之处，首先要众生都知了这样一个圣妙国土，并且这个奇特。” 突出超越十方，大家才愿来。更重要的，这个国土给予众生的真实力最多、最大、最彻底。这就需自己的教授名字，都胜其他佛国。教授是教导与传授经法义理的意思。 也就是弘化、教化，这样的善知识叫做教授善知识。极乐国中，凡夫往生，往生就登补处，同于都在内院的弥勒大士。正因殊胜教化之力，凡夫能够往生。 往生就登补位，主要是凭一句名号的功德。万类众生，但愿信愿持名，没有不能往生的。为了众生能持名，所以愿求自己名闻十方。给大家讲这样一个故事：释迦牟尼佛。 去度父亲，教父亲念佛。父亲就说：“诸佛的果德，真如实相，第一义地，为什么不让弟子修呢？”佛的父亲在佛面前也自称弟子。佛说：“那个不是不好，非是凡夫。” 所行境界，凡夫做不到。劝父亲行念佛三昧，佛给父亲打了一个比方，比如一个很大的臭树林子，树大深幽，闻着都生病。里头只要长出一颗粘痰，整个。 这一百多里的林子里头，都变成香的了。这个念佛法门就是如此，就像这颗粘残，种种烦恼，就像这个大臭树林子。但你只要念佛，它就转变了。这是释迦牟尼佛度父亲时讲的故事，我们从中。 受到了什么启发？请看下面经文：诸天人民及软,软类，来生我国，悉作菩萨。我立誓愿，都胜无数诸佛国者，宁可得否？法藏菩萨。 愿意升到自己国土的诸天人民及渊软类天去的人很高，渊软小飞虫、小爬虫很下等，这里代表一切众生。这样的众生升到我国都做菩萨，这就证明极乐世界是一成大法。 所有人民都行菩萨道，都是菩萨，都决定成佛。正如《法华》开示，没有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人人所乘是纯一大白牛车。正如本经，往生之后，个个是菩萨。 个个成佛，纯真的一成法。法藏菩萨幕后说：“我立了这样愿，要胜过无数诸佛国，能够满愿吗？”对法藏菩萨的胜过无数诸佛国，你是怎样理解的？ 提供两点认识，供参考。一，千万不可以看作是法藏菩萨想要盖过其余诸佛，凸显自己，超越一切。他要起这样的心，就绝对不能成佛了，只能成为阿修罗王。因为阿修罗的特点就是。 成能好胜，不允许任何人强过他。要是强过他，他就要破坏。二，法藏菩萨不是这种心，他要超过其余一切，是要使众生得到别的佛果所得不到的殊胜方便、利益安乐，享给众生。 而不是自己想要，要地位，要名闻，要什么什么，是想给一切的众生，希望他们所得到的好处要大于别的佛国，所以才称为大愿之王。法藏菩萨在因地所发的大愿。 十方世界一切诸佛也未曾发过这样的愿。这样的大愿能不能圆满，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。佛家常说：“佛是门中，有愿必成。”怕的是你不发愿，不是其他的诸佛做不到，是其他诸佛。 没有动这个念头，没有发这个愿。他发的这个愿，超过十方一切诸佛愿，是发了。怎样修学？怎样达到？我们学习《无量寿经》，就是学习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在哪里？就在眼前。 佛就是经，经就是佛，经佛合一。真学阿弥陀佛，我们和阿弥陀佛就有感应，因为只有真学，我们才能和阿弥陀佛在同一频道上。请看下面经文。 世间自在王佛，即为法藏而说经言：譬如大海，一人斗量，经历劫数尚可穷抵。人有至亲求道，精进不止，会当克果，何怨不得？汝自思维，修和方便？ 而能成就佛刹庄严，如所修行，汝自当之。清净佛国，汝应自摄。法藏菩萨发如此大悲之愿，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遇到这样的学生，当然会非常珍惜。 绝对不会让学生失望的。世间自在王佛就对法藏菩萨开示经义说：“比如大海深广无比，一个人用斗来量大海，一斗一斗的把海水取走，经历了多劫的时间。” 尚且可以让海露底。若有人坚定志愿，至心求道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精进不懈，没有终止，决定可以圆满大愿。下面重点说说三个字：汝自思维。 汝自当知，汝应自摄。世间自在王佛，首先肯定了至心求道，何怨不得？这是对学生的鼓励。然后一口气连下三个“字字，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，精妙绝伦。 三个字，让我们深思。用现代化来说，这是世间自在王佛高明的教学方式，启发式教学。《法华经》中，大众三度请佛演说十法，世尊都回答：“直指不虚说。” 我法妙难思，三次的直指，同此处的三个字字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为什么？不需说，就是因为妙难思。哎呀呀，太有味道了！这法本不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，唯当默契。 字指，所以法华的指指，同样是指出这个字字。所以这三个字，我们可以从禅宗公案去体会。六祖答话就说：“密在汝边。”就是说，密在问话者那一边。就是说。 你有全部如来密藏，还来问我做什么？也是直指问话者自己。比如古时禅人答问，说：“汝字会取好，我不如汝。”这都是最好的开示。还有更直显的，如。 即如是佛，你就是佛。清潭对面，人问什么是佛？答：清潭对面的是佛。清潭对面不正是你自己吗？邻居说：听法的人是佛。世间自在王佛，一连三个字字。 正跟禅宗一样说的禅宗，我们上面提到的“密在乳边”，就是《谭经》理所讲的一段公案。五祖把衣钵传给了慧能，众生不服，追赶慧能，要夺回衣钵。 慧明法师追赶慧能，快要追上的时候，慧能想他要的是衣钵，于是他把衣钵放在一块石头上，自己藏了起来。慧明看见衣钵了，但他拿不动，他忏悔了，他出家之前。 是四品将军，练武之人，拿不动一个小布包，那怎么可能？他知道那是护法神在看着他，念头一转，请慧能大师出来见面。我是为法来的，不是为衣钵来的，是来向你求法的，慧能大师。 就出来见了面，他诚心诚意的向大师请法。慧能大师就告诉他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你放下万缘，不要想善，也不要想恶，一切都不想，让心里达到清净，一念不生。 在这个时候提醒他一句：“如何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？”在这一句之下，因为他的心是真心，杂念没有了，一下子就开悟了。所以慧能大师第一个度的是慧明，在他手下有四十多个开悟的。 这是第一个，慧明惊醒了，开悟之后，第二句问的是还有没有密意？六祖就回答他：密在汝边，在你不在我。公案说完了，我们再说说这三个字字。 汝自思维修何方便，而能成就佛刹庄严？这是第一个字“汝自思维”，意思是你自己仔细的想一想，修什么样的方便法门，才能成就佛刹的种种庄严？如所修行。 汝自当知，这是第二个字字，意思是说，要怎样如法修行，你自己应当知道。清净佛国，汝应自设，这是第三个字字，意思是说，怎样建立清净佛国，你应该自己去选择。 决定对于法藏菩萨的情法，世间自在王佛没有直接给出答案，反过来问法藏菩萨，让他自己去想一想，要怎样修才能成就佛土的庄严？佛道是怎样成就的？ 是你自修、自悟、自证的，不是别人给你的。这三个字直指人心，意义非常深广。黄念老对这三个字字有这样的解释：世间自在王佛，连年三个字字。 教导行人尊自己本有的灵性，教中叫做内众己灵。念老在注解里引用郡帝诗，记曰：“此含三意。”就是说，这三个字里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。 法藏菩萨素直深厚，高才永哲，与世超逸，敬佛国土之事，久计洞达。随佛至，无所加之，故汝所知，汝自当行之也。此复名法藏，是从我向因也。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，法藏菩萨是来表法的，就像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在我们世间现身说法一样。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在我们地球上修行正道的？不是，早就成佛了。 这一次来，《梵王经》上说是第八千次，他到这个地球上来了八千次了。我们凡夫不认识，早就成佛了。于是我们就想到，阿弥陀佛在西方建立极乐世界有多久？十节。 在无量劫的时间里，时节是很短，可以说它是西方建立一个点儿，成立没多久。目的何在？接引众生，接引这一方的众生。有没有功德圆满的时候？有，功德圆满，他就灭度了。 但是，他的世界不会消失。观世音菩萨接着成佛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他成佛之后的国土，不比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差，在这个基础上更加庄严。所以，法藏久已成佛。 如汝所知，汝自当行之。说白了，就是法藏菩萨用三业、身、口、意教化众生，为一切众生的善知识，为一切众生的好老师。这个意思是密意。第二个意思。 为摄取佛国，各随要欲，或取慧浊，或求清净，或设三成，或愿一成。故任菩萨意要，一摄取之，不用如来之只示也。这段话的意思是。 何必用佛指示？你接触大众，教化大众，你全都知道，用不着向佛请教，你自己有这个能力。第三个意思为：凡于净土有报有化，法报高妙，非菩萨之分。 唯应自奋，宜摄取之也。故云：“汝自当之。”这一段话的意思是：凡于净土有报身、有化身、法身，报身高，那是为法身菩萨实现的，不是法身菩萨，他没份儿。唯应自奋。 一、摄取之，这就像教学一样。世尊教学分四个阶段：第一个阶段讲阿含，相当于小学十二年；第二阶段方等，相当于中学八年；第三阶段。 好比大学讲般若二十二年，最后八年好像办研究所，完全说一乘法，会三归一，把前面所说的二乘、三乘，最后通通归一乘法，这才究竟圆满。这就是摄取。 射受不同。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土，有繁盛同居土，有方便有余土，有十报庄严土，还有长寂光净土。长寂光跟十报土高妙，但是它的方便土跟同居土有其名。 实际上，这两土的菩萨，他们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跟十宝土没有两样。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特别之处。法藏菩萨的愿心不可思议，确确实实，一般人在因地都没有想到，他想的那么周密。 帮助这些业障深重的苦难众生，造五逆十恶的众生，要堕阿鼻地狱了，他都能帮助他在临终一念十念成佛，这还得了？所以，诸佛如来称他光宗极尊，佛宗之王，诸佛世界刹土。 非常久远，极乐世界才十劫，是个新的佛国土。十劫在菩萨境界里是个很短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，将来都是极乐世界的元老、老资格了，要把握住，不要落在人后，一定要知道。 这个世界是假的，不但这个世界是假的，一切诸佛刹土全是假的，真的只有十方土，只有长寂光土，这是真的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知道之后，我们要知道取舍，取什么，舍什么。 我不取十方诸佛国土，我取极乐世界。为什么？十方诸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是什么身份？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这就好比大学很多，这个大学很特殊，一切大学。 都不能跟他相比，他的校长，他的教授都高人一等。我们读书一定选择这个学校，就像现在孩子上学选择重点校一样。西方极乐世界是一所佛教的一流重点大学。 舍其不选，而选其他，非愚即狂。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